瞧呢，瞧呢，你太傻了。那呢？你那去了，妞妞。乐乐，你总这样没有猫跟你玩，知道吗？动不动就出手，人家都不理你了，现在是不是啊？谁跟你玩呀？嗯，你想做江湖一霸吗？社会猫吗？那妈妈把你放出去当社会猫。喂喂喂，我还没讲完呢。